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车游戏，看看咱们这个超帅的云梯消防车。好，咱们开始行动喽！咦，这是什么鬼？为什么点开始不掉？ Achtung, Hilfeleistung！哇，自己的声音好小。这游戏。für LF 24 RTW 1 Erlenweg。啊，这个去的人越多越不好，因为咱们去的越多的话，咱们也不好控制，没办法控制，是吧？好，咱们开始出发，出门右拐。右拐，咱们再看一下路况，然后咱们安全行驶，拉响警笛，然后左转，再右转，咱们再快一点到达这个失事地点，是吧？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左方，看有没有车辆。右转，前方左转，然后再左转。哇，咱们这样一路一路红灯过来，是吧？在这里是没办法，咱们这是特种车辆，知道吗？出来救人民于水火之中，所以说这有些东西咱们是不拘小节的，是吧？前方左转，好，已经到达这个事故现场。哎，但是好像并没有着火，是吧？肯定是让我们。也把这个好像是清理油渍的，应该是的，因为之前咱们玩这个游戏清理过一次，把路面上的油渍清洗干净。看一看这个，咱们在边上看一看，先让他们把这个路障摆好，然后把该弄的东西弄好，咱们再过来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倒点这个石灰粉，倒点在上面，然后扫掉就行了。然后拿这个扫把扫，然后就扫干净了。好，扫干净了。这水管咱们都不要用了。这些家伙今天又勤快了，把这些水管都通好了。我勒个去！今天这些家伙太勤快了，值得表扬一下，是吧？每次出来出勤出任务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挺懒的。好，咱们把东西关上，我开始回城喽。看这两个柳司机还在这里吵架了，但是这个好像不关咱们的事，这是交警的事，调解啊什么的。哇，这个前面这辆车被撞成啥样了，是吧？最尾追的哦，所以说开车还是要小心一点，是吧？安全第一，让他们吵架吵去，咱们消防员不关这个事，不管这个事，不是不关这个事，不管这个事，看看还在吵架。哦，咱们下班回家喽。咱们有两个空位置，是吧？
其实不开车的时候坐在后面感觉一下也还是挺好的，挺棒的，是吧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